有家人们私信给我，让我做一道柠檬鸭爪。今天他来了，先给鸭爪修下脚，修成这样即可。别开，放入鸭爪，放入去腥三件皂、葱姜、料酒，放点八角和花椒，加点白醋，为柠檬鸭爪先下底味，盖上锅盖煮十五分钟即可。煮好的鸭爪立马过凉，煮好的鸭爪沥干水分，放入蒜子，注入灵魂，放入菱形姜片，放入菱形小米椒，放入菱形野山椒，放入菱形胡萝卜，就问你们今天可刺激可刺激。放入一碗陈醋，加入一碗苹果醋，半碗生抽，再倒点小米椒汁，少来一点冬菇酱油提鲜，再来半碗白糖，少来一点鸡精，再来一点香油，再加一点芥末，加点凉白开没过鸭掌，放入柠檬搅拌均匀。太好了，喷香稀饭。这不能开，得腌够12小时才管了。烂烂吹吗？铁了你牛肉。